当中，没有所谓的悲伤，爱比离苦，只有祝福。虽说是告别仪式，实际上具有暂时的告别，就好像搭飞机出国了，总有回国的一天。那告别代表了我们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更相信有所谓的六道轮回，更知道了这个人生不要浪费了，更加的体悟变化无常的无奈。那所以各位今天来送妈妈送妈妈随佛生净土休息了，但是对我们的启示告别是大家要谨记在心啊，名扬两利，乃至于智力啊，智力啊，妈妈阿妈啊，我们大家平常念佛，用功精进，举办法会，发愿无相，祝福妈妈往生善去，利他，借由妈妈阿妈的姻缘，让我们知道要休息啊，让我们知道钱不是万能的。更告诉我们眷属再多也要离开啊，所以这个时间不断的变化，天气变化，政治变化，身体变化，家庭变化等等，都是刹那在改变的，没有坚固永恒的，知道了。那回光返照，那到底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做保障，可以让我们不痛苦？佛说了，人死了，六道是个出口。但是如果这个人能够在平常，在做人的时候，能够怎么样呢？那就可以往生好的地方了。大家跟我念一遍：善有善报，善有善报；恶有恶报，恶有恶报；三世因果，三世因果；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。必须孝顺父母，必须孝顺父母；尊敬师长，尊敬师长；修持善业，修持善业；慈心不杀，慈心不杀；具足众戒，具足众戒；不犯规仪，不犯规仪；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；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；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；读诵大圣经典，读诵大圣；劝进行者，劝进行者。对，这些才是我们的保障啊。福报比钱还重要啊，功德力比权力还殊胜啊。那所以告别，把我们平常所念佛诵经参加法会集气集合在今天供养诸佛告别，让妈妈阿妈带着走。为了如此，那也为自己也为家人，平常要努力啊，有钱拿来帮助贫穷啊，有钱拿来造福相，为我们来世之粮做准备呀，那就没有白来了啊！总不能越修越差，总不能一世不如一世啊！啊，所以大家今天怀着感恩报恩的心情来到此地，那一方面又劝着阿妈妈妈往生净土，一方面又影响了附近的受苦众生了。我们一起来得佛加持，愿佛的摄受力加持自己，加持众生，大家同生净土。